那哥哥，你喜欢杭州吗？我当然喜欢杭州了，我来的也不少，上次我们团长会的时候也花了好几天在这里。第一，我觉得这个地方除了很舒适，除了有美景、有美食以外呢，杭州的老百姓非常的，都是给到我们很舒服感觉，非常友谊。第一，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也是文化名城，对吧？我们这边除了体育比赛以外，我很希望不光是我们中国香港的运动员，我希望来到这里各国的朋友都可以体验一下通过杭州我们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对吧？我们有这里有茶文化、丝绸啊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值得骄傲的。所以希望他们有时间比赛之余呢，可以感受一下杭州给予的不一样的这种感受。